否则的话，问我老花姨为什么你不说说这个热门氧化视频了，又是烟灰什么的，这个啤酒乱七八糟的这些个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做了？为什么不披露了？那今天呢，以比较搞笑的形式给大家整一整啊。首先咱们可以看听一下，可乐加啤酒，哎，说走咱就走，烟灰兑汽油，哎，来点都上头，红酒加雪碧，哎，保准能下地，没事揪揪根，哎，盐往嘴上伸，植物长得慢是各种肥料往里灌，要想花养得好多多浇水不可少，要是植物冷啊，开水直接冲，哎，比较好玩啊，这个花友们编了一个练练念啊，就是非常有意思，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又是用那种废弃的油烟机油啊，牛奶啊，什么茅台啊，什么这乱七八糟的可乐啊，给花灌。我跟花友们说一句最道家的话，就是十年难学生，已经一年就学个庄稼汉。其实养花比种地简单多了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事。你多看看老祖宗的那种笨办法，没事的时候是吧？你像我，农民伯伯，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问问我。其实养花来回就那五个字，就是光水土气肥，一点都不神秘。其实我这去年以来，你可以多翻我的视频，来来回回就讲这么点东西，没有那花里胡哨的，没有那哗众取宠的，什么高科技新专利这那的，忽忽悠悠的，我跟你说保准能给你弄瘸了，你知道这个事就行了，希望花里简单的了解就行了。关于人家那些个事呢，咱也不能说是点名道姓的去说谁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个博主呢，动不动就是推荐你点羊粪，动不动推荐你点这个，动不动推荐你点那个，黄叶了也是他，黑斑了还是他，白粉病了又是他，烂根了也是他，有那么神吗？有那么一粒药丸能治百病吗？能有吗？整那么花里胡哨，养花就很笨，好吧，很简单，别整那花里胡哨的，行吗？看了这个视频，理性一点，行吗？没啥事，啊，我老花叶，养花最专业，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